是狙击步枪，但好歹也找着人了呀。这回不会迷路了，顺着枪声一定会找到他们的。老五，情况怎么样？完毕。兰森，我现在已经被他发现，完毕。兰森，是否需要支援？完毕。先别进来，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位置。完毕。确定你的安全，完毕。我现在非常的安全，我在他的射击死角之内，不过我现在不能动，一动就会被他们发现。完毕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待时机，现在里面的情况还不清楚，一旦弄清楚情况，再采取行动。完毕。好戏开场喽！哎，参谋长，啊，你说谁会赢？拿双猫的人会赢。 知道你穿好合成装，但是那王彦兵啊，绝不是软蛋。嗯，你不信啊？赌一把。我不跟你赌，这违反规定。嗯，我就喜欢看着战士互相竞争。哎，这有竞争才有进步嘛。 接到命令就擅自闯进来了，完毕。不是我们开车进去的，完毕。那是谁？是俩女的，完毕。女兵？哪儿来的女兵？不知道啊，不过肯定不是我们的人。 到底什么情况？瞎搞！这是瞎搞吗？这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跟拍鬼片似的？这地方能有人吗？他们一定在这儿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们是军事游戏办的，可不可以带我们回去啊？ 你干嘛去？这些人，等等，进什么人？这是战场，你能进入战场吗？我救接他俩出来，会影响训练。回来，你给我在这待着。现在不是英雄救美的时候。问题是现在他影响我们训练了。战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有人进入战场，我们就不继续战斗了。这对他们俩是个考验呢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应变。 哪有人啊？是该给他们加点料了。没事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不都说过了吗？这哪有人啊？ 走吧，离开这地方，这鬼地方说不上有什么鬼东西呢，快走吧！闭嘴！哎哎！啊！
第一个出现了。孟庆国，我逮到你了，你别跑了。第二个也出现了。什么第一个第二个？哎，蓝三蓝三，狙向目标确定，迅速进场清理完毕。红衣，你别跑了，我已经发现。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为什么刚才我喊也没有人出？为什么你不出来？我这一下不开，我们这儿演习。我管你什么演习不演习的，哎，干什么？你这个女的，你是哪儿来的？你管我哪儿来的呢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待了一夜？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。你让。呀！女首长，我们这是在演习。谁让你打女人？又打错了，你个笨蛋！你不近视啊？我戴眼镜怎么装文化人啊？装五四三二一，何成光上。公正啊，搞啊，这居然太公正了。哎，你可以进入下一关了。同意吗？你把眼镜还我，我就同意啊。成交。你喜欢踩人脚子吗？在俺们村大家都这样。真热闹啊，难得这么热闹。参谋长啊，确实很能打。谁能打？唐星仪啊。我早跟你说过了嘛，他呀是个高手。怎么样，今天夜里没白等吧？像这种高手对决，真是难得一见呢。女首长，我们真的是在演习。首长，他是我的猎物。何成光。他也是我的猎物。
就是男人的感觉，听你懂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二打一，绑这儿，绑这儿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俩放开我！何振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哎，对对对，别放过他，别放过他！哎，继续揍他！我也不会放过你的！首长，对不起，我说过，这是男人的战争。